你怕不怕他呀？啊，你不怕吧？哎呦，你怕不怕？你怕不怕？啊，你怕不怕？你也怕呀？你不是跟天天在一起吗？有没有骑过他？骑到他背上啊？有没有骑过？没有。你的可怜妈妈呢？前边那部货车是改装过的，除了运送骡马到处走，也是他们的家。车上有餐具可以做饭，还有床可以睡的。一头骡马的负重大约是400斤，今天走的是短途，总共要走10多轮吧。按今天的路程算，100斤是8块。老板他是广西百色人，以前他也在工厂打工的，后来跟着村里人出来跑马队，干了几年之后他自己也组了个马队，花了不少的钱。他说做这个根本不叫做生意，都是卖苦力的，特别的辛苦。哦，